天哪！我们那的你记得房哪一则？主呢？我七五，不行。啊？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啊？90等的是什么？忘记了。90等是十加，十字架哦，那85等呢？85等是胜利。然没后，有啊，那次是80等的。啊，你主要是要看中的哪一个？想要哪个器材？哦，蜡烛79，对啊，你75啊，去，先把它拉上来再说，拉上来吼，强制拉上来，吼他，金星奈斯，奈斯，奈苏，奈苏大大，你怎么没感觉了，奈苏大大？啊，过来没有，换一下。我还在打那个。留一下，留一下，你居别然是忘记了吗？我在打忘却。现在才来打，What the fuck？对，差不多了。已经10点了，先生。而且那是你负责开，你知道吗？现在等级最高雪是莉安你。安，果子安安，小伟酷安安，啊！莉莉安安，Penny 安安，Penny。我能躺赢了。啊，不对，我还是可以躺你赢。就是躺赢才是金主吧？不是吧？是这样讲的吗？那为什么我平时带的时候我还要跑进去里面？我就说你要进去吗？你确定吗？你就在里面等着，金 没主有妈啊，妈，我什么妈妈乱讲话？老不师。是啊，重点是他们也没有很想进去的意思啊，有时候。哦，哎，你是贝尔对不对？再说，其实到后面的时候也不太怕，不怎么怕喷钱吧，除非你这么哎，衰，感谢贝连续贝，失败十但几场，不是哎，感那谢个就啊。没话说了。连续失败十几场，那个就真的是，你当然钱当然是没有掉了，而且是连续十几场那种，失败就算了，如果连续死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救。奶酥开好了吗？刚开好。而且重点是你还要调那个置肯顶，定认得出来对，吧？我们兔窝其实很多在玩光遇啦，初始里有是空我哇，可以你看介你绍介玩这么绍。高的哦，初始里只有75而已，这么 hardcore 吗？盗宝吃鸡，没有啊，直接猎杀欸。原本的设定是什么？原本的设定就是初始里是100，请老板恢复25。你看，必须。100然还是后，我哎。鬼魂那边，击杀延长是低。延长，比赛也才是低，但那个不对，影响。对啊，不影响啊，但只是是让那鬼个边杀了呀。杀人的时候会很恐怖啊，会更久。对对对，哦，你们要恐怖感啊？啊？就这样了呀。他是不想要对恐的。怖感吧？玩对啊，恐怖游不戏，想要的话可以关。我们今天换边。他 D 后面还有个关。我们可以用 D。其他都一样啊。其他都一样。6.8C 这边。为什么？视线频率现在是中。互动低，哦，互动我是调高了，高，好高哦，事件呢？事件是中，鬼房中有蛋鬼房糕，中有蛋糕，记得输出的哦。哇，你20等20等不就4场？哇，你20等哎。九州勿要你吗？66等欸，你还敢说我？
我昨天记得我都忘记了，你知道吗？我一个重要啊，就给三星这样的话。我昨天几等啊？你昨天进来的时候是14等啊。哇，我66等欸。哇，这等级飙的那么快。对啊，你还敢说我呢？你才飙才飙的快吧。不是啊，你不是初始设备，你说你也不敢。我想说，我想说很期待你初始设备去玩那个大木屋。没有，并没有，并没有。我很期待。没有，没有，没有。嗯，正常玩还是算了。我玩的是不正常的玩法。性质不正常 ，OK， 懂。礼貌。我说的是不正常玩法，说我不正常，礼貌。OK， 不正常，懂的。礼貌。哇靠！怎么了？有人不礼貌啊？礼貌。礼貌了。礼貌个屁！不用期待，反正我是不可能带着初始装备去玩的。没有期待，没有伤带。是啊，伤带是什么东西？商业贷款。这男人在讲啥笑？哎呀，这个不是我的利诺大主播吗？哎，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我给你 VIP 啊 ？VIP。帮你，等一下哦。哎、欸，给你 VIP 还打我，你完蛋了你！我把你推到诅咒恐鬼房里面关门。啊！我的手指。靠！要打到手机，好痛！啊！哎呀，这又回到这个了呢。我以为你昨天会开台，我昨天在挂台挂好久，就发现你没有开，是不是累了？嗯啊。一诺是不是累了？嗯，走啊，没看到领袖。呀！终于等到我开台了，哦哇哦！哦哇哦！我被蹲了。哦哇哦，大佬！零零大佬，忘记你们讲什么？跟你讲话。大佬，跟你讲话。大佬，我昨天看你在 DC， 想说，这个组合该不会等一下又要是打 A， 然后砸弹台吧？然后等着，发现你从 DC 消失。蛮有趣。来喏，有被困来喏。什么劲？哎，走廊。不，餐厅，对不起。不，客厅，对不起，语无伦次了。体谅我刚刚去拉肚子，可以吗？刚拉肚子。他在动这个是我。猪鬼，我温度开始降。你是娃娃？对。我看你在玩 GTA。骨头就躺在召唤阵上面。哇！哎，彩烟，凶哦！没紫外线，幻象可以删了。对不起，等等。没事。
米米安安，我刚才设个键的，因为我其实不习惯按键发话的东西。想要丢出方的东西耶。我现在每次都是看，都要手动关麦。难道是跑去厨房了吗？对，丢盘子哎。马萨卡。还有丢了，有洞门，有洞门。为什么有一个没踩？礼貌啊！感谢小叶护茶的纠团。游荡吧，你们结束了、哦。游荡那么远，你们不要每个都丢来我这哦，我会紧张哦。但是你可以拍一下，一张就好，好，慢的。你被猫安安没脚印吗？没。嗯，好的。对，又在丢杯子了。那你进行房不能人吗？进行房不能，就是那个走廊那个书柜可以。嗯，确实是没有，三次了都没有。车库可以。的人工哦，这支架鬼照干。啊，最安全的电脑房不能躲。这里这规矩啊。婴儿房可以躲。这个应该没人会躲了，这个。有哈过气吗？没有，目前没有。这温度不像有寒温。我说到声音了，要不要靠我理智？可以啊。我再看，我再看。不像欧一三刚刚也没有看到那个通灵盒、啊、不是没有看到没有通灵盒、啊、不像欧洛伊好了听到了不是鬼白雾的哦要瞎了什么鬼确实没看到。喂，确实没看到灵球啊。是啊。迷魂不是。现在剩下有可能的那个证据应该是 EMF 笔记。寒温点阵，通灵盒、灵球、紫外线肯定没有，灵球肯定没有，通灵盒估计是没有了，因为当时那时在那测嘛，然后测完我放那个盐上去，它有踩，所以应该是它应该是在那边没有错，没有通灵盒回应，所以应该没有通灵盒的，其他的还需要再测。丢盘子，六度，没有看到，它是暗影的，很难看。有没有消失、欸？没射到了。这里二十多度、欸，哎。啊，我看到你吐烟呢、欸。对啊，可是二十多度、欸，
温二十多还有度，别的温度计吗？二十二哇，你们度，没有四度，我测四度呢。我测22度呢，二十点我在九，吐烟呢、啊，四度哎、欸，对啊，22度烟呢？哎、欸，是不是这个坏了？温度计是不是测到隔壁房间还很是惨走的，廊啊？啊，你是不是测到走廊五点七，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四测哎、欸？点二，你不知我道。在这个位置测，然后是22哎、欸，什么鬼？这边我就测22度了，就是没有啦，没这么远啦，我刚站在沙发旁边的。哎、欸，他在玩，他在看电视啊。3.4，你这是平均50喽，平均50喽。我靠，这么危险！那可以关了。健身确实。修关，他在叫谁去唱？我。所以如果是女妖的话，应该是环形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但如果是繁星的话，已经可以立了。是。我这里暂停一下，去弄个东西。我爸叫我，等一下啊。要测试吗？要测的话，就是。繁星去蹲一次啊！哦，你说哪里安全？最安全的不行，你只能躲内走廊。内走廊是哪？这边，走进去左转那个柜子。哦，这个哦。对，这是第二安全的。外走廊那个是最不安全的，走一鬼一经过就跟你开，鬼一经过就跟你开，那是最不安全的柜子。没事啦，不是金主，等级升慢一点而已。先上个厕所。去看一下。回来了，你回来了，有证据吗？还没吧？No，没，有证据也是叫我，为什么就是通灵盒？我觉得有点像通灵盒，所以该我去测了，是刚点一下现身的。我觉得通灵盒不可能，因为我刚不是说。那个奈斯在测通灵盒吗？他如果他一测完，我就放盐，我放最里面的盐，他踩的。他如果他不回应奈斯嘞，有人在里面吗？现在我在里面啊。OK，我在。这里是多少？现在你这56，52。我现在进去很危险。好像不是，如果是你，好像不是繁星耶。可恶，又不是我了。你那么期待吗？对啊，妹子哎、欸，有男生的妹子。没有，刚刚鬼影要不是有鬼影看起来，瘦瘦，头发长长的啦。他刚刚唱歌是还是零二的色？第一个。那就男的、啊。Justin Holmes，对啊，男的、啊。嘛？哎、欸，男鬼跟女鬼的那个唱的歌是不一样的。进来躲一下。你蹲什么？啊，我进来躲一下。你要蹲也是我蹲，那我底子超高。我底子很高，我底子也70-80呢。屁嘞，70-80那个是我啦，你是60多啦。看错了吗？哎、欸，没差的。你是不是习惯看到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对。习惯了。谁管的？有到40多了。啊，我是没打招呼到。
伊莎安安，感谢就不，福建安安。为什么看？我刚刚切窗回来的时候点到了。我只有左键跟右键，你知道右键就烧了啊，左键就是开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听不到脚步声了。地下室。好小声哦！大概是不是有加速？我听不到哎、欸。我听到有加速哎、欸。是不是雷魂啊？它有点像有加速哎、欸。没有，我听到它其实一开始的速度是慢的耶。可是我们没有人看得到它、啊。他没有看到我们啊，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啊。没有，不是那个，不是亡魂那个慢，听起来很像韩国的那种感觉。那出去赶快把电机关掉啊！不是，我觉得听起来很像韩国。再等一次猎杀吧，我再听一次。奶酥，回来了。再听一下，刚刚有叫猎一次的，不是女妖。喝水。水水。有加速啊，嗯，有加速啊，听不到了，消失了，还在地下室了，这鬼声音好难听啊，所以我是想把 EF 拿掉，不把那个点阵，哎呦哎、欸，有、欸、快，你看有没有？这样把点阵先拿掉，结束了吗？嗯，结束了，走。反正速度是有变化的，目前就是剩寒魔跟雷魂。关掉。剩寒魔跟雷魂了。好爽。哎、欸，啊，这个算吗？算温度吗？算，这个也算，温度计也算。温度计也算的话，四度。又见一下就好了。好了。这么危险呢？也有。不行。医生，关了。按摩。我等一下再吃个温度计吧。他在我们这里是慢的。对。他在鬼房是快的。对啊，我刚刚就想，我就奇怪，好像听到有慢速的，我就说有时候是常速。这是哪里啊？走廊。客厅的走廊。哎、欸，好了，结束。看一下哦、喔，确认电子产品也是有电子产品吗？没有，全部有摄影机啊。哎、欸，没有摄影机，我丢在那个哎、欸，云五度。没有，那个正在三脚下上的摄影机，我丢掉了。厨房我丢在厨房啊。他在客厅开裂、啊，对吧、啊？他在客厅很快啊。等下我再进去吗？我在里面呢。你在里面？对啊。你干嘛？他躲啊，他是我八仙啊。哦。哦，对不起。开个主。原谅我。今天是赶完工了，这么拼啊！怎么听都是喊我。一行速度一下快一下慢，真的是不像雷魂。完了，应该把餐厅，我等下把餐厅那个也拔掉。哎、欸，没了吗？结束了。我去拔。平均多少了？平均32，
你只有25秒哦。没事没事。好，拔掉了。十字架了怎么搞？不解了。十字架。哇靠！不是哎、欸。我找到你啦！哦，在笑哎、欸。平均30。23，嗯，好了好了好了，23了。你觉得我敢出去吗？我不敢啊。哦，讲一下嘛。来，七米，欸，加油，奥利给！啊！静止，3秒钟哦，打开3秒，咻咻。什么东西啦？哎、欸，关了，没有，没事没事，线性而已。完了，我觉得我要死了。静止，快点，3秒，你在哪里？在房间里吗？啊？什么？你在哪里？我在柜子里啊。看我们走那个点，看我们走那边吧。是吗？对。三秒，静止，3秒，你看，刚刚聊讲到现在过了10秒了。什么东西啊？跑出来！来不及啦！那是110回耐币吧？哦，对。有毛病吧？为什么每次我进来等的时候，他就死不猎杀，一直哈我，然后直接在我身上直接猎杀这样子？各种搞事。看他现在出来就过了。哎、欸，又现形。哎、欸，他。哇，往你那边冲哎！你要不要出来？你要不要出来？哎、欸，关了，杀了，杀裂了！他玩就裂，好扯哦！好扯哦！那我的全身的血都凉了。哎、欸，等一下，我拿的是灯笼哎，我不是拿。哎、欸，不行不行，你拿地上的摄影机，然后靠贴这本按电视模式。好哦，对，我想试试看这个。接这本安你可以看到里面来了来了来了，哎、欸，没了，可惜。结束了吗？结束了。真的是有毛病耶！哈了我，你们刚刚有被哈吗？我被哈3次呢。你看，我们两个都没被哈。他在我面前唱歌、啊。离谱！雷赛婆啊，真的是。这样是寒魔吧？那个寒魔啦。那我报你是寒魔。现在出来是个雷魂，笑死我！他的速度明明就听起来很慢。嗯，开始喽，走喽，走。有人透视啊？没有啦，我们没有透视。没有，这是游戏机制。没有错。检举他都用机制在抓鬼。他要不是不给我物理驱魔，都想物理驱魔了。要死！还想物理驱魔啊？我看一下我解锁什么。嗯，静静，你点到自动全消吗？哎，对耶，我不是取消了吗？奇怪。绿色半圆形哦，看一下哦。哎，哦。这个东西哦，耶！抱歉，李志玲，哎，刚才我没有，刚才没有看到你，可恶！笑死！哎，等等，哎，我没按吗？我想说刚才没选。9月了，对啊，拿个研究9月了。我家里预计明年会去台湾的，好爽，好爽啊！明年11月还有一年多。
你干嘛？你干嘛？不要靠近我！变态！你变态！你才变态！太好了吧，对耶，好久没去旅行了，要瞎了！突然那么卡哟、啊！你要动用能力了吗？好，鸾魂抓到了，多一只鬼。嗯，是武器负担了。这不是一只鬼，就是内鬼。是塔罗牌。哎，虎头，那个这里。好，我是铜铃板。看到了，看。不是召唤阵。我进吗？是娃娃吗？不是娃娃，好抓喽。先抓开了。好抓，好抓。好抓，好抓，好抓。黑东西哪里？是保龄球瓶有掉两个，基本上应该是在这附近，哦，木头附近。沙袋掉下来了。给我吐烟哦！嗯，吐烟了吗？没有啦，我说你快给我吐烟哦！哎，我这里，这边十度哦。嗯嗯嗯，哦，怎么了？叶面符啊！对，咖啡杯。三个大帐篷那边刚刚十度啦。咖啡杯哪里来的？哇！咖啡杯，营地啊？什么？忘了丢东西啊，又丢了。这里啦，八度了。哦，外面哦。嗯。瞎了啦，什么都看不到，白痴。八度。十度。风铃盒。看一下那个，谁的？Nice，我的。72，70，69，70，69，71，不是。不是的话，就要多测几次。看他要不要哈杀杀死！啊，是推多人还是回单人？红单人。我刚刚不是有人在附近？有哦。那就多人了。对吧？有了，我回来玩。蔡燕，吹蜡烛。Every close encounter, an elderly victim. Got from behind. An elderly victim. Every encounter. This is. 我都奇怪为什么有双船，原来是两个一起船。啊，我想说，这样比较船啊，一直回我们。
笑死！哦，感到手酸了，我好累啊，来车。我还以为是哇，那是神之手速呢，可以点超快的。看一下不对，为什么繁星也在月球漫步？哎，58线了，各位。天要回应啊！天要回应。侠通灵盒。哦，笑死了，是。反正我觉得不像妖怪了。对啊，我们两个大玩特玩哎。然后不像某某一嘛，嗯，不像某某一，海岩不是魅影，嗯，混乱混，有配卡的吗？嗯，有啊，那个绿色帐篷 ，OK， 照片还没拍满啊，只有4张的岩，又踩一个岩，想说我怕失手，有嗑药吗？嗑药啊，嗑药啊。你可以之后再解，现在我还在测那个怨灵啊，真的。哦。那个四级的不太像啦，都还没裂杀，现在都还没裂，感觉不太像怨灵啊。但是跟繁星克一下，你们理智这么高。理智那么高？理智这么低。OK， 理智很高。不要这样子，不是，我想说奇怪，什么我们两个同时变最高了，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想说啊，有发动技能哦，谁？哇，两头也一起干错事。我要在这边放一个相机。这个灯是你们开的吗？是啊。什么灯？帐篷里面啊，白色帐篷里面的灯。我没动。没动啊。那应该是他开的。梦魇拜拜。可以拍个眼来。来了来了。4张，好，1张掉，1张就满了，好，满了，现在是25理智跌，打火机没拿，哎，对，我怎么是拿这个？哎呀！哎呀，我差点用拿肾上腺素戳鬼了，好狠！直接帮他打一针，打一针他就直接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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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我谢谢。然后奇怪，他的脚步怎么比摩洛伊跟叉 A 还快了？我直接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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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他是一个零岁的叉 A， 然后再加把。哎，这还好，那个朋友很好。你给我咳哦！我就是年轻超哥，拿着喘气。给我喘哦！然后鬼就飞起来了，看笑死！鬼就凶起。我操！他跑到有吗？他同时开灯诶，还是你动到？我开灯，然后我往右滑了，我不确定这帐篷是不是我拉到。研发研发不，七步，四点。没有，这是啊，你拉到。还在这。页面分没响。干嘛？我没睡，我要吃西瓜。呀！突然叫我醒醒，我很精神，好吗？今天你很精神，那就交给你了。没摩洛伊，爸爸。哎，没摩洛伊，其实我可以六了，哎。嗯？那你可以六？我可以六啊。大佬，交给你了，大佬。有什么问题？
可是软头人还不确定呢。还是确定了，就是可以从这边看有什么啦。确实。也不是啦，反正没灵球嘛。没看到灵球。不然每次都找到鬼了，结果都是泥魂。可以带光源去管他。被撒光了，在里面玩了。我这里还关啊。你怎么还会有？抖音。啊，要重新降理智哎。有吹一个吗？这是吗？是不是两个吹起再点就好了？嗯。那继续玩。五十了，有碰到五十。那我知道把十字架扔啊。Elderly victim。所以先留一个。十字架扔我脚下。接个竹子猎杀。我觉得是不像耶、欸，不像怨灵，因为一直都不利耶、欸，很不像找猎、啊。五十四，为什么突然变高了？57了，什么鬼？刚明明看到49的，要死！欸、也不用溜啊，可以卡、欸，干嘛溜？哎，对啊，说来说啊，你可以溜，交给你的大佬。你都说你可以溜的，你当然要展现你的雄风啊！你想看是不是？没有。小娃娃。笑死！每次雾天的时候看头发，永远都是最好笑的。对啊，光头哎、欸，好多光头啊！光鬼这变光头症了，想笑死！哇塞，变光头症了耶！真的禁止光头，礼貌，好奇怪，礼貌，我有礼貌啊。礼貌呢？我很有礼貌啊。哪里？在几趴啦？礼貌被吃了啦。啊？48, 46, 54, 48, 53, 55，太高了啦，他还不会裂。说来说、啊，感觉不像啊。十字架主猎，你是第25。为什么我拿进来了？43, 46。哎、欸，如果我们是调，哎、欸，怎么了？嗯，我看那个玩偶飞来飞去。我这样子的，我刚刚这样子的。哦。就是一边一 G 一 G 轮流按的。就说那娃娃，就说那娃娃不干净，我要带回家研究一下。太香了。不行啊 ，EMF 太重了。哎、欸，灯笼还可以被打走了，被打走了。哎、欸，被你打走之后就卡 bug 了。哦，没事没事。
哎，不对，啊，拿不起来了，这也这是都要沾到沾了你的，沾了你的味道，他就不给人拿了。吊起来了，自己拿看。Yonki，拿不起来。45，还不厉啊？拉萨卡真的是物理。可是他超级不活跃耶。不一样，活跃。嗯，不一定。对吧？从超级不活跃这点看来，感觉软魂的可能性就很低。哇靠，这傻小！啊？什么？啊？怎么了？你有看到有一个灯笼在抽搐吗？没有，在打橄榄球。我的画面超级奇怪的。看一下。哦哦哦，有抖动抖动，懂字懂字。没有，这个是很奇怪，对不对？被我玩出 bug 来。这场子不干净啊，真的有闹重点是鬼欸。这个孩子只会跟着我的，你知道吗？然后我还可以把它当成灯笼来用诶，哇靠，移动灯笼诶，这场子不干净啊！哇靠，它移动灯笼啊，请问，哎，反正已经零趴嘞，他关电闸，电闸又没有玉里，没有女妖，为什么不练啊？没有距离。感觉有机会是物理，啊，那我要下来玩。那我因为他解都封，不利应该呀、啊，叫连烧都我，不烧。等下我们四个来霸凌他。不是，我跟你说，我门口是有踩过眼。哦，我听到他哭的声音好像。嗨，他头破土在。哎，我应该拿在手上哦。这样子。这样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同看同步视听，哎、欸，是不是很慢呢、欸？是找你们呢、欸？没有，不是 Win，不是 Win，阿妈，你怎么变光头了？Hello，阿妈，Where are you bald？就是他改很快，好快哦！看到我，他看你看太久了啦。结束了，结束了。总之不是物理。我知道不是 Win 啊，是 Win，我不用闹得这么辛苦啊。我刚跑进来哦，玩哦。有啊，我刚就看看，哎、欸，你理智零了，然后一直不降，然后我就去降一下。嗯，拜拜。我是觉得难搞你哎、欸，没丢东哎、欸，啊？你有没有烧他？你刚刚有没有有烧刷他，他？我有刷他，有我刷他，好，3分钟。完了没算到时间，大概哎呀，时间51分吧，对啊，间隔30秒，好，我可以，靠，赶快煮个泡面，鬼会提醒你说泡面煮好了，什么画面？3分钟啊，鬼会不提醒然说，哎、欸，泡面我们人好都在，喽，我们人都在外面啊，这不是不准的。哦，什么画面？你不要看我猪，你看我左边的画面是啥这是什么画面呢？太奇怪了！你不像幻影嘛，对不对？散得很快。我刚刚没看。你要干嘛？在筹备啊！我在看那个灯笼，院长，你身上的圣木交出来。真的是笑死哎、欸！哎、欸，没了，我没得玩了。哎、欸，灯笼都跑在我身上了，都放你隔空取物，我操！我还要说什么？还可以哎、欸，吗？没得玩了。哦，刚刚那个 bug 这么好玩，可恶，没得玩了。再进去牺牲一下自己啊！确定了，牺牲的意义何在？看看鬼啊！你可以，这已经过3分钟了，对，
哦哦哦哦哦！我是真的蟹。完了 ，Aiden， 你往我这跑，你往我这跑，你往我这跑。找繁星，找繁星，找繁星。你是我下一招，我下一招，你下一招。你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哎，不是你，不要下来呀，繁星。我不要，我不行。我怎么看着朋友死掉呢 ？Aiden， 他是 Aiden 啊，没有关系啊。好吧。Excuse me， 看不出来，不是骚灵，不是幻影。对，不是骚灵，幻影也不是魂魄嘛。刚刚哎，有骚了嘛？刚刚是剩最后一个吗？五十二分。没有，还有一个什么？那赶快进去喽。幻影不是，是魂魄跟妖怪嘞。吗？我刚没有，其实我没有仔细听你。你魂亡魂怨灵，不不不，怨灵说也不像嘛。哎、欸，你还有六啊？你要不要直接去那个啦？直接去卡了啦。对啊。不要硬筋呐、啊。对啊，男生不要太坚持哦，能屈能伸，好吗？只会伸不会屈的，不是个好男人。因为走路会不方便。搞笑。干嘛啦？你要很懂哎、欸。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你好像很懂。还是你又在讲？没有没有，怎么可能？还是你在笑灯笼？没有，灯笼都没得玩了。灯笼没得玩了，刚刚丢出来之后就没了。去。可恶。为什么越听越奇怪？没有啦，我们的谈话很正常啊。我们健谈，我们的健康谈话。我靠哟！有人的帐篷门被拉了，我自己拉的。是你？哇哇哇！你不像哦，才一分钟。哎、欸，不对，他速度比较慢呢，是乱混呢。短魂呢？他速度比较慢，很慢的、欸欸，这次很慢的、欸。为什么变这么慢、欸？天啊，好死不死都是主房鬼，哎、欸，都不是主房鬼哦，刚刚。哎、欸，开了，你死了吗？没有，我在里躲里面，该卡不上去。天啊天啊天啊！哇，你的画面，你刚怎么玩的？你说 GF GF 是不是？啊，对啊。M 不是啊 ，EG。我 EG。转弯呐，转弯呐，这个很快，转弯超慢的。只是加猎杀又算了吗？好，走。算了呗。太久了。哇哇！我刚刚就是玩这个玩出 bug。哇！你知道刚才说这个娃娃吗？不是啦，那个灯笼啦，刚刚把那个灯笼玩出 bug， 然后左前面前有一个卡住的灯笼。你说在你眼前跟着你走啊？哎，对对对。然后如果我的视角太靠墙壁的话，那个灯笼就会开始是卡 bug，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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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跑，超好笑的。一场我烧了三根生命。暖魂的能力是什么？谁？就是同时互动啊。可是这个不是、oh. 一直都不互动啊，真的超级不暖魂的。啊，就超不暖魂的，然后。他就一直都是附魂在猎杀，啊，主魂一直不灵。同时互动的仪式，没有。其实有一次我有怀疑，但是因为他看你看太久了，我只听到一瞬间而已，然后他就采言了。你说他跑完怀疑是不是？嗯，就是你不是有放言吗？第一次猎杀的时候。啊哈，有啊，放言。你有放言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哎，奇怪，速度好像有一点慢，可是他采言了，他变超慢，就不算了嘛。嗯，然后连踩好几次之后，那个速度就变超快了，所以我根本都听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还是你研发想改二阶的、啊？因为我后面其实都没有带什么三级眼了。没差、啊，其实。真的吗？好吧。没差。没关系，听得出来就好。镜子要不要走？老师。
没有老师，没有老师。一直跟老师，我们要相信老师。没有老师。我今天睡好久，好爽哦！今天没有小孩子在啊，又台风天的啊，太棒了！哎呀，不是我那个妹妹姐姐她是说，她说我都没有跟弟弟玩啊，我好就信她，然后假装睡着的时候，我眼睛睁大看着她，然后在玩的时候，她突然回头看到我眼睛睁大看着她，吓到。根本不吓死！我就说好，那九九要睡了哦，然后躺下去，我就眼睛睁大看着他，然后再玩的时候，我就故意好像有点小翻身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回头看我，我就看着他，然后他马上倒地，然后棉被盖住自己，吓到了，啊，还想骗我啊，好可爱，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家的小孩子逃避，走吧。我说我没带头灯，受不了了。没带头灯的我，哦，我也忘记带头灯。没事，我们可以彼此照亮彼此。我可以看你的，我没灯。我们也可以。至少看了，射库两个多点。哦，后面房间。哪一个？我要看一下才知道。有沙发的那个，沙发那个，沙发靠窗。哦，有图片的，图片的。对，丢东西，丢东西，丢鞋，哎，抓到。有啥聪明很？你看丢的时候，你马上抓起来是。那我直接拍照。的任务是找骨头，欸，没反应。对，我不记得了，你一定改过名字，就说没有。我是有时候很尴尬，就是可能只在台上打过一次字，然后下次说好久不见，我说你是谁？完全想不起来，对吧？你是谁？等一下哦，去年九月，去年九月一年的，对吧？并没有，但我真的忘记你是谁了。没事了，我很抱歉。那我看林球没看到，秋瓜，很重要带走。走开！哎、欸，他不是消失，好吧？没有消失吗？没有消失。OK， 有彩烟，有彩烟吗？有紫外线，蛮常找我玩的。欸雀魂吗？啊、还没踩吗？没有。哦，我放运动感测器了。好。踩了，踩岩了。没有脚印。我、哦、差两张，来一张给你。好，猎杀分箱，有一次三人，自己来拆通人台了，你看，有了，对，好像是反省，对，是我。看一下你是，哎、欸，对耶，我不动了。69%，八千71%了。没有看繁星的，看繁星的。繁星的吗？73%、77%、73%、76%、74%、75%。证据有了吗？凭证啊。
哦，中中鸟，对不起。好、啊。中你啊，中你啊，中你啊！你我最爱的喵，那个是马同学在换的吧？你是马同学哦？什么意思？我说，哎、欸，等下不对耶，我理智很低耶，没有看，我看着他很久哎，啊，我刚一直在看他哎。你说幽灵哦？他现身的时候，Mirage吧？我不在，他现身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着他哎，刚才。我要去撞他哎、欸！你这鬼，你去撞他，当然会扣理智啊！你在讲什么东西？没有，他也没消失啊。可是我他全程我几乎是看着他的。为什么你连那个英文账号都改了啊？可是不对啊，通灵盒。怎么了？你有嗑药吗？没有，没嗑药，没嗑药。你不是还有看吗？魔镜吗？魔镜啊，对。啊，杜宇也魔镜哎，那正常，那就没问题。他有都没消失，就你是本人理智也降低了呢，怎么办？有一点，完蛋了。他不是理智降低吗？理智不见了，他是智商吧？抱歉，要去玩。不是我不看聊天室，我是一下子没注意到。抱歉。为什么我经济他就出来哈我？他很爱你耶。英文账号也能换哦，现在图奇英文账号也能换哦。哎，吓死！买萌是什么东西？萌是用买的吗？可以啊，学会的。你要买萌吗？你要买萌吗？下面有个抖内按键。不是，又是你。我进去，他又要开始哈我了，为什么？哎、欸，你进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里面，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想滚？没灵球吗？我进两次的，两次都出跑出来是怎样？过分了吧？我暂时没看到灵球。嗯。灵球我没看到。不在啊。手可以玩，继续跟他讲话吗？继续啊。哦，盒子嘞，我在这里。来，谢谢。Elderly victim. An elderly individual. 抓到了软魂。An elderly victim. 因为他哈，我又可以讲话，我不信。还有一个灯笼在哪里啊？一灯。我手上，我没放出来。放出来。林安。快点，喘气，喘气，我要你喘。哎呦嘞！乌云，乌云，乌云，乌云！喂，各位，拿起你的生命跟烟吧！害怕了。害怕了！哦喂，没有要拍鬼唱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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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任务我不知道哎、欸。没任务没有没任务是李志明。很小、啊。是假。开始霸凌了没有啦？怎么可能开始霸凌？哎呀，我们怎么会霸凌？我们在截三星鬼照片呐、啊，说啥呢？我看到一半你就拿走，你礼貌吗？我十字架都抽走了。脚印照。你礼貌吗？我看到一半你就把它拿走了。我应该说我才看一眼而已，连字都来不及看清你就把它拿走了，礼貌。真的是礼貌。这里。抱歉，哎呦，每次看完魔镜都扣那10%，那觉得不羞耻啊你。我要拿头盔。来啊，进来玩啊，然后看看魔镜啊。看魔镜啊！又玩又还是你们玩啊？来来客厅玩啊！啊，不是那边玩比较好吧？这边。那客厅比较能绕啊。啊？啊？玩的时候去客厅玩啊？没有吧？那边比较好玩啊。这边比较好玩啊？你说这边吗？对啊。这个啊。好啦，走啦，弄好了。有人还没解吗？那个零趴离子。
我吧，没关系啊，我很常零趴、欸。OK， 好，那我直接看哦。好啊，你看，你可以去后，你可以去看客厅看呢、啊。哦，好哦。他在外面，他在走廊，他在回去房间了。哎、欸，来了来了，各位，来了来了来了，表示这次没有的玩禁锢了。啊，对，但可以让他很慢啊。啊，这鬼，哇，他踩了一下，根本不痛一样，根本不能痛。啊，记得要扫他、哦，好，扫了扫了 ，OK OK。根本不能动了，好可怜哦。有没有下一个关联？好像没有。好想啊！嗨，你好。闪光灯，一堆闪光灯。绝地摄影师。好可怜哦！真的是好可怜的。真的是好可怜的。他可被霸凌。战地摄影师，还有几百张照片。喂，是真的可怜。啊，想到昨天玩霸凌玩忘记选他啊，我只有300块。哦不，都是大师 A 的。选好了，选好了。得得得。你才都是大叔，你都还。对，就昨天没开台，就是其实在跟他们玩，然后昨天也有一模一样的情景，也是在同一间屋子里，然后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位置累不他，真的是昨天还有三级圣木，更可对，昨天是他根本连动都不能动，然后又踩到他这次还有个洞，勇默认中杯。虽然很慢，但这次至少还有个洞。昨天他是连动都不能动，四个那个圣木，整个轮流去烧，他根本连动都不能动。哦、有了，有圣木了，93了，85不是85，吴彦安。为什么天之若可以下到这么嗨？因为是蓝头飞法，明明是天之若，可是唱得好嗨啊！天之若的好歌，神奇，神奇啊！可是我刚才听了一个超嗨的版本，嗯。好哦，嗯，好哦，还是好听。好、哦，他明明是肉的歌，不能接受。灵异事件，鬼附近烧香，鬼超在吹蜡烛，黑海猫姐。好歹。抒情版的当然是比较好听、啊、但这个也是很嗨，也是很棒。叫不是塔罗牌。莫喜安安，哎、欸，不是莫喜，对不起。莫君安安。你是不是进读到新的图都很卡、啊？哦，冷冷哦。听到莫君，突然想起来了。冷冷哦，冷爷，哎、欸，好久不见，冷爷，哎、啊，好久不见，举手莫君，不认识你了。哦，胸骨，厨房。OK， 对的，魔镜，对的，可以看到。哇，好久不见，感觉是厨房哎、欸，真的是，真的是好久不见、欸。二楼没有电房，哎、欸，我感觉是十度呢，还没开电。还没开灯。在壁炉那边，壁炉那边。沙发这边。
这里。哎、欸，好魔镜，不去开店闸吗？这一杯说不吃药，我还是吃药。吃药，我有吃药。好了，要吃药了。了八你该吃药了。然后把魔镜拿到车上。因为太吵了。对。我、哦、怎么记一首这么爱的歌？很嗨很嗨。嗯嗯嗯，动我力，动我力。他动我们的相机耶。他会推啊。哎、欸，我上次那个三级相机也被推倒、欸，哎，那个三脚架，推得倒啊，但是就是比较几率很低啊，它只是几率比较低而已。没有，想说还是会遇到，现在没上去，好凶的。风铃盒有测过了吗？测过没反应。哎，肯定又是我了，我来了，我来了。点灯，运动感测器。可以想在楼上吗？那个卧主卧那边，三层。风铃盒那边。点吧。他动什么东西啊？这里。知道了。又动，哦，哎、欸，正正点正正点正点正点正，看到了看到了看到点正，哦，开个灯，啊，又点灯又点灯，哎、欸，重点是他好像没采盐呢，美音是你吗？运动感测器还没有低啊，试试看呢、啊，没有啊，还是哦，你说走这里啊、哦？你听到他刚低了一下吗？那我先关掉这个，好吵。好绿哦！对不起，不能关诶、欸，可恶！其实关了有诶、欸，对不对？啊，证据很少诶、欸。美音是你。照片，比他玩东西。灵异事件。那只能拍椅子这些东西了、欸。哎、欸，我蛮好奇吹蜡烛算互动吗？没关系啊，试试看啊，试试看啊，试、欸、试算，那就都我先拿全部都把那个全部拿过来压吹一个拍一个，因为那时候在那个啥拍鬼照片的时候，他还吹熄，只有互那个拍到互动，对，还有逼的，除非啦，我比较水。怎么了？他丢了什么？对啊，完全没看到东西动啊。对啊，没有。如果找不到的话，可能是他传送到你身上。哦，对耶，对耶。刚刚一等说在那边，可是找不到东西，搞不好是他是传送到你身上。好，这种身上地马上开裂。好了，我来。有吗？有拍？有。有，来，继续睡。假婚啊，假婚，自愿。真假婚。素姐。那你们这看一下，哎、欸，有一个。来，下一个。打好机给你一下，我去看你字。你拿熏香。我刚刚，因为我刚回去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61、62。我被盯上了，没有啦，不可能。哎、欸，还是61。没事啊。鬼人事件。哇，你还开个鬼嘞？他就冲我来啊！应该是雾影，应该是魅影的，没问题，没错的。Eden，你的药。Eden，你现在是吃药喽？你该吃药了。拿到吗？
拿到了，拿到了。嗨，有蜡烛啦。哎，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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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四张。每次都冲我，哎，冲习惯了你就没感觉了，跟你说。哎，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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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吹，这里吹。哦，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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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两张，两张，两张。吹吹吹吹吹吹吹！哪个圣木来烧吧？哪个圣木来烧？我来了，我在，我在，我在等他。OK。没有啊，他在这边吹的话，那你绕一圈过就好了。嗯。烧了绕一圈。现在吗？用啊。有用啊。哎、欸，你不要走。亚昏，吹我的圣木。吹。哦不，你怎么没感觉呢？哎、欸，被鬼吓久了，你就没感觉了。真的哎、欸，太扯了！为什么我还是会被吓？完了，完了，我们的理智太嚣张了。49，四十九。对，哦，被炸灯、欸，我们刚刚三个一起被炸灯、啊。哦，你帮我们吃一下。先出来，我先出来，安全一点。Aiden 24，为什么 Aiden 又这么低？我又被现身下两次了。你先吃吧，你吃。不对耶，那为什么好像感觉很刺鬼啊？扣太多了耶。可是一直没有踩啊。确实也没有踩。对啊。走。走吧，走啊，再去管他。大灯是扣多少？不知道，我知道10到20而已。哦，所以三个人是各扣10%这样子。哎、欸，为什么被吹掉了？礼貌。完了。我要开灯嘞。谢了。那个拍我不敢，那个很常会拍歪。拍什么？拍那个他动灯都不能。看、欸、不能拍对不对？已经开拍过了。我拍过了。啊，没有烟哦。我想说，如果有烟的话，放在脚下。看他会被踩，没盐呐、啊！哎，吹蜡烛，吹蜡烛。零二喽，这。哎、欸，他吹我手哎、欸。哪里？哎、欸，吹，走。走。老干。啊，走。55。啊。一只摇，哎，没错，是周末摇。一只摇，赌吗？嗯，好啊。我觉得大基地是没赢了，这么久都不在演。那就没赢啊，走了。嗯。他等的是些什么？有点嗨。没赢，还完美调查，真棒！看一下能升级什么？照相机。对耶，我能升什么？看一下丁选。多少？69。这是个好数字。49等才能把全部的升到2等以上。奇物哎、欸，好棒哦！为什么？看不到灵球了，眼睛又要瞎了。灵球小，也是一道营地自己的奇物，眼睛要瞎了。真的也不是下午，可是下雨之前下雨的几率比较多啊，让我好烦躁。
又是光头的一天，又是光头的一天，对，那个头，又是光头的一天，光头镜，光头等呐、啊，闭嘴，头颈弓，闭嘴，你们戴头戴可以哈，看来是不行，看来他没戴假发，好吧。通灵板，通灵板。你们继续学一下。哇哇！哎，相机。啊，瞎了。丢东西，黄色帐篷。好。嗯，有哎、欸，真的哎、欸，你没说谎哎、欸。好像外面还是。外面那丢鞋。等一下，温度，10度。三。差不多了，我想说。拍箱子。应该在里面。9度。能给你。撑一下。没反应。我丢。三。哎，没找到骨头哎。哎呦，卡。看一下。彩岩。没有，岩在哪？没有。有啊，你脚底下，就在这里啊，是在这里啊。没有出心。OK， 那没有紫外线，换到身上了。还是没有。啊，两个都不能卡。哭啊！太难过了。我太难了。你太难了。嗯，猎杀十驱散，14加主猎逃猎，哈，全部都跟猎杀有关。哇，只剩个箱子哎，全部都跟猎杀有关的、啊。哇，这骨头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吗？不是找到了拍的失败。哦，不，没事。我真的很怕那一种贴得很近的哎。卡在莫名其妙位置的，我放 DC 给你们看啊，它就是个很正常的位置。哦，外面可以踩了。通灵要测过了吗？啊，对耶，刚想说我还有一件事没有问。哎、欸，等我进来喽！对，黑等我要进来喽！你怎么走了？就黑等我要进来了，黑等。我就一个闪身逃走了。黑等繁星要进来喽！进来一下。有感觉吗？哎、欸，不是问你啊。蛮有感觉的，他说。嗯。有哎、欸，去你的恶心！提示一次啦，哦哦，我贴着他，我看着他，我一直盯着他，I'm watching you, I'm watching you。我理智怎么样？有理智吗？你的理智50%，但是我觉得你本人理智好像有点严。你的理智很好笑、哦。我觉得你本人理智有点不行。还好吧，其实林志达看起伏没有过很多啊。海盐。等一下。哦。对。
哇，好亮哦，眼睛好痛。要瞎了吗？没看到，没有零九，不是没看到玉林走点阵，但也有可能是他不走。嗯，拍木头，对，马萨卡走出来了，听起来像是这个桌子的呢。没有，你这57%。恶魔先删了，不想。都有保护色的啊，对。好瞎了！很好，他玩摄影机？哪尼？想说这个怎么看都像我们的摄影机呀、啊，对不对？三星不懂。What？ 他丢摄影机啊！他丢摄影机，对，他是用丢的、欸。What the fuck？ 哎，三，鬼魂之剑，鬼呢？在这。肠啊，他肠子露出来了。啊，他肠子，真的哎、欸，你看他大肠露出来不见了。没有看到，我在看那个摄影机啊。哎，这样是不是换鬼房的、啊？我去，50平均力，哦，黑力了，没事。烧了，49，繁星18，你那您雾影先生，还在吃。是鬼吗？有，但不确定。现在没有证据，没有。为什么繁星是12%？我不知道，没有出来过啊，在里面。没事，再让我玩一下，直接就算了。What？ 哎，等来，等来。啊？怎么？吃棒棒糖，吃棒棒糖。我的妈！那你有点烫啊，吃棒棒糖。热的，刚来。新鲜出炉啊！这样子，来换罐盐给你。啊！来棒棒糖。他丢我？什么棒棒糖啊？啊，会还，嗯，现在在用。你看，你看，我就怕吧。他是不是真的换鬼房了、啊？没有，他刚刚这边还，我刚刚走来这边还是6度7度的，看一下哦。他可是刚好游到这里旁边嘞。12度，哎、欸，换了哎、欸，没有哎、欸，对不起，没有，9度，哎、欸、有哎、欸，6度9度7度9度，要不要再放回去？三，他还可以。如果我就对他真的是在我旁边。双方塔还可以再烧一次。没有，不是这14度。哎、欸，你们知道你们在外面可以点熏香吗？他太会自盲，对。好哦。
他在这个位置，有度，几度？过不去。我暂时把早裂的先删掉。嗯，哎，感谢棉被猫揪团，等一下哦，有点忙。好像连续两个动作，无名安山，你说多多高？对啊，他动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然后又判了一下箱子。嗯，裂了啊！踩到岩，你看一下那个特征吧。我觉得很快耶，快耶，很快耶，少林吗？没有，他不少。铁道岩，盯住他，哦哦哦。如何？可是那个快不知道是什么的快耶。能盯我很久了。嗯，速度有快，对啊，速度有点快，他没有到亡魂这么快，对，就是怕都是那种冰很久的快，对，比如说，你看又在玩机车鬼，也不是距离吧，他这个不算是那个距离加速，怕就是怕他停太久了。Round two. Round two. 欸，你有烧他吗？我可以烧他一次啊。那看看，剩下几个？三个。蓝星刚刚没有烧，对不对？我没有啊。OK。欸，他在我屁股后面。长速。是吓人的，是吓人的。哦，哈气。对对对。我都奇怪，怎么会变强速的？哎哎，感谢小起点。不知道会不会吓到？等一下，是你那边小起点还是我的小起点？我的禁止的。我想说奇怪，我这边有。我也听到，我以为是我的，完全没通知啊！太大声了，对不起。我想说，哎，大家一起还感谢小起点，来，这给你拍。迷路哦，礼貌。怎么办？鬼房变大，可是我没有吐烟欸，感谢高高揪团。礼貌。感谢小可爱高高揪团。被拍了。没有，你不棒。欸，要不要拍我？就这样可以拍吗？你放地上，我可以拍。啊，不能拿在手上哦。待会如果他再烧一次，就可以再拍一次。啊，不是，哦，原来的照片还没拍满的。对啊。笑死。哎。感谢马同学，感谢棉被猫，感谢果子的小气垫。不是啦，我以为是我这边的啦，声音很大声呢。感谢迷路的十分镇定，不，对不起，刚太大声了。太大声了，我是真的被吓到。哦，迷路剁人了，迷路。哦，我收到礼物了，哎呦。我也收到了，感谢迷路，迷路萌。刚开个台，我就被剁了。感谢林林，不是林林安安。感谢。不是啦，你们那边感谢半天，我想说跟人家打招呼，零零安安，谢零零零零安安，笑死，拜，刚刚还有在裂过吗？已经烧掉剩最后一次的那个十字架了。哦，烧，那可以烧第二次了。可以啦，已经，你刚刚拍到那个已经烂掉了，已经不能用了。对。就还有一个剩一次嘛，好，杀掉，拜拜。对，剩下我脚下这一根了。OK， 哎、欸，等一下，为什么到我这里了？等一下，我听到了什么东西？嗯 ，Adam 也被那边也被剁了，是不是？
迷路还故意过来丢八十七个小地点，笑死！迷路，你们搞，真的是笑死！可是我没吐烟呢、欸，那可能他换了是不是？你换了是吗？我手上是什么？圣木熏香，高阶熏香，可以甩鬼。又拍箱子，可以甩鬼，然后他会晕眩五六秒。哎、欸，他来了，他很快啊。哎、欸，换慢了。嗯，什么？对对，吐烟，干嘛？是憨你看、啊，我要甩他了、哦、啊！晕了吗？晕眩了，头晕了。什么事？他在这边。哎呦！那他吐烟了，他吐烟了，他到了。好了，没有事了。哇塞，大佬六鬼。六。啊，肯定是老师教的好啊。没有，我没有，没有。这在这里面，唯一一个不会六鬼就是我。嗯，就说了嘛，那个每个人都哎，相机，快点进去拍盐巴，我去。盐巴，这照片也太好笑了。这样，烧焦的时候就这样，对吧、啊？然后是拍繁星，拍什么？我也是看到，我心里是烧焦的十字架。我还以为只有我看到呢。证据，按摩。我什么没看到？可我把这张摘下来。我好了，任务嘞，也好了吗？那走吧。安诺，不要你魂哦！我气死，今天已经第三次被骗了。今天都被你分骗。对啊，吐烟啊，你魂啊，变得速度慢啊，你魂。会换形态啊！你魂，他第一次没有吐烟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关电闸。通灵，烧焦的十字架。换一次，换一次是里面换出来吧？也是，嗯。那可能是游荡过去的耶，这样看来。我在这个群组改名叫烧焦纸底下了，等一下。笑死！笑死！嗯，看一下哦。真的是笑死。烧焦的十字架。我找十字架的图。笑死！真的是笑死。这是最近有空气房那个。对。空气房在后面的那一个。好了，我名字改好了。哈哈哈哈哈！叫死！嗯，叫死自己。好了，可以走了。好。警察不在这儿。哦，黑色盐巴这个是可以让鬼还宿啦。但是有些高端的人不喜欢这个东西，因为那、是哪一关？哦，是这一关哦。大木屋。我可能是刚刚那个厕所而已的，我7.2刚刚。哎，五度娃娃，四五度娃娃，六度了，应该是这里了。厨房后面的厕所。我图片有点大，哎，对耶。
对不起。没带头套，不看不到。那是在测试那个Tony和我是进出书，笑死。笑死。进出 OK。我找不到路啊！信没反应。我开灯啊！哦对，你开了、哦，我一直在摸黑。啊，在楼梯下面呢。哦，老说嘛，摸很久。哎、欸，巫毒娃娃记得拍哦。哦，我在找骨头。哦好。没有。记戴头套啦。头套。你东西戴头套是想干嘛？抢劫、啊？什么东西？你刚说忘记戴头套。对啊，现在在哪里？柜子上吧。头套。头套啊？怎么了？盖脸的。哎，骨头找到了，哥哥。然后这边有点像鬼房，有度。这里又像鬼房，楼下六度哎、欸。对不起，那我输了。现在没什么反应，我已经傻眼了。你傻眼了？怎么了？没有傻眼了。嗯，在哪里？哦，这里哦。来了来了，玩门。他甩我们。他甩你们？对。狠狠的甩。看一下这里，哇，攻击线不能躲，空哦。这里啊，会不会是走廊啊？走廊啊，没有脚步。哎、里面，哎，里面怎么好像九度哎，升温了，好像起起伏伏哎，还好。四点九，好像外面，里面六度。这里吐烟，我这里吐烟，我这里吐烟。外面哦，怎么换过来了？啊，餐厅四点五了，直接换过来。哪里？餐厅？厨房还是餐厅？哦，算餐厅的。对，坐偏旁边。嗯，哦、这个餐厅是不是？对，吃饭桌。卡。道歉好快，就说了嘛，做人要能屈能伸啊，该道歉还是要道歉啊，坚持守。拍上户吗？对。没有指纹吧？没有没有。6.1 What the? 烧了烧了烧了烧什么什么十字架烧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46 这么快那么快啊举令是你吗我怎么那么低啊还是举令是你吗感觉很低呢很我刚刚在车上很久耶、欸没道理哦，因为我刚刚在车上超级久的，距离感觉是距离。坚持来一个 EMF 过去，我看一下什么样。好吧，刻好了吗？刻了，我也刻了。哎呀妈呀！哎呦喂啊！吓死我！有吗 ？EMF 还有吗？巨灵可要关闸哎、欸，还没，哎、欸，对呀，他关闸，那不是关闸还是跳闸？关闸吧，关，因为楼上还是关，因为刚打开，然后他灯还亮着。对对对，刚刚Nice 一进来马上跳，这不是巨灵。那为什么李智扣这么快啊？什么？李智扣这么快的话，还有几个可能，一个是烧灵。第二个是没感觉，他有丢幽灵。第三个是八度了，那边又回去了，又换回去了。那边走廊，那边走廊。
第三个是泥魂，又变回这了，哇打！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炸灯啊！完了，你这是不是哑巴电视？猛练吗？的确有可能是梦魇，对啊，因为他在暗的地方开灭。56现在出来了，出来了，第四堪忧，而且我们要吃完，要吃，超危险。照片还没拍完呢。有雷星鬼也没杀人，雷星鬼也难搞。这抖音什么东西？哼，你在干嘛？好啊，拿回来啊！有李子扣很快。怎么搞？是哪里能溜啊？能溜的就是鬼房嘞！啊，有大厅。有啊，沙发那边。对对对。放歌能放吗？你躲好是不是？好，等一下啊，这里哦，这里也可以躲啊，这边有箱子可以躲。现在理智多少啊？可以53。哎呀妈呀，他怎么跑来这儿啊？50。然后在你后面。危险了。56、55。50上下。有点危险了。有点危险。哎呦。全关了。全关。幽灵。幽灵啊。门关起来。门关起来，有那个。而且不是关一扇而已。幽灵，幽灵。确实啊，因为我刚才有说，就是感觉离这扣很快嘛。有他有空一声，我有听到。幽灵，饿了吗？再看一下。啊，你要测试没问题啊，现在59，哪里？要测吗？50、48、52。照片没拍满，好像也不用拍了。要吗？刚是扣谁了？也不用拍鬼，走吧。哦，走吧。感谢是扣了反省。对，是我哎。确定没有灵熊吗？没看到。没看到灵熊。啊，那走吧。Go go go。然后出来是你，我就超笑了。那就没办法。哦，还好。来 ，last。用能力两次而已。我还以为刚才就 last 了。没有 ，last。换了四次鬼房。啊？一直换一直爽耶，真的是。真的。啊。哎、欸，等。哎、欸，我没按到吗？哎、欸，等你了。哦，哎、欸，等哦。哎、欸，等你了。但是我记得该有按。
环境升级很快，环境升级很快啊！你是高手？没，我在玩，你有在玩专家，一千一千慢慢升上去的啦。好好花时间啊。对啊，不然有时候那种这样靠赛经验很多。终于没有下雨了。口袋，口袋。没事，可是有一半的鬼都猜不到，好烦。先砸开呢？喂，这里，这里，这里，萤火旁边，就跟保龄球。外面这个的话是走廊哦。十二对这十三，走廊哦，走廊哦，十一度，这里吗？哎呀，哦，哎，同一个，哎，这个位，什么他 go to busting 啊？哎、欸，巫毒娃娃你拍了吗？那是你被哈了吗？嘿嘿，没错。我想到奇怪，你怎么突然间扣了10%？现身。73。可是那是在黑暗处哎、欸。是啊，所以我才我觉得不像摩洛伊的。不像摩洛伊。要拍这个树，是不是一个人啊？回应一个人啊？可能啊，你看就知道了。没有哎、欸，多人哦，多人哦，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爽。罗氏人，感谢内容物语。可是我在这么睡。要拍这个照吗？啊，拍个照。我是两左眼。好了。繁星拍个照吗？嗯，我不拍照的、欸。哦。啊。OK。可以直接 behind。一直照后面的 behind from behind 干嘛干嘛干嘛吓死我怎么了关灯吗刚没有关开灯吧哦吹蜡烛了哈那至于刚为什么我手机这个嗯里面啊，刚开灯了吗？这好多、哦，这好多。那我开着灯。哦，在这里哦。那你开灯还要测什么？拍一下照好了。没反应，还是我转。那这里是快没了，哎，客人，那这里是快没了。白痴能卡、啊。有一个可以卡，嗯，你卡好了，卡，
丢棒球。Blow the candle. Blow the candle. 他都不吹耶。不怎么爱吹。有一点不太像怨你。嗯。嗯。嗯，我在路口吐烟呢。嗯，我在路口哎。嗯，没事，应该是没变。你不要讲话。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好啊？鬼门事件，有没有那个是鬼门事件？鬼坟事件，搭帐篷。嗯，没看到灵球吧？哦，关键啥？没距离。哦，有拍个鬼，是不是换你？哎，我应该丢十字架哦。50、47。什么丢十字架？拿走啊！十字架要拿走吗？不要吗？感觉不太像找你。对呀、啊。嗯。哦，都最后一场了，出来！也有可能他是误影，他只是不给那个证据。又是误影，又是你误影。没有电了。58，这电都是快的。没有没有，这个是看看人快。他有木？看人之后加速。等下我看不到鬼，北七，北七烟。啊！有电了，电了，电了，电了！谢了，谢了，谢了。他卡了一下，欸、很快、欸。哎，他看你很久了。这是他加速到极致的那个速度了。好，等一下哦，刚刚烧多久？59分。我再丢回去。哎、欸，刚刚是身在哪、啊？身在铁桶那边。对啊，铁桶那边。这边啊，就死亡铁桶啊。卡小帐篷吧。对啊，我卡吗？我等一下我拿个摄影机。哦，本身在那边，翻过去了。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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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繁星不怕不怕。哦。S， 你刚好看到他先吗？在哪里？啊！我刚看到他在白帐篷那边，然后他瞬间跑过来这个位置。好的，谢谢。我有看到他瞬移的瞬移前的位置、欸，他现行都这样。要。你在玩吗？我想说，我怎么打不开？是不是魅影啊？我没有玩，我只是想切。我想，我只是想切。你是不是魅影啊？不是，我同时哎、欸。我烧，烧了哈。你是在铁桶面前？烧了，所以不是很火了吧？对。
应该要从我那个先算呢、啊。你的吗？是第一个先烧的算吗？没有，是第二，但是最后一次。啊，完魂吗？超，你们完全不确定，不确定，然后确实会看人家说明书。不会，不会，有彩眼马魅影不是？这是什么？魂魄烧灵梦魇怨灵鸾魂泥魂。我这边是烧灵妖怪鸾魂。妖怪不知道，我觉得他，我觉得他不那个啊，他不早猎啊。对啊，我，哎，偏快完了，没有他看到，他已经看到关系了。有没有东西让他丢、欸？一开始就偏快，一开始就偏快了吗？我没有听到，我听到的是他已经看到繁星之后的事。还是我躲帐篷里面啊？可以。好，没有雾影的话可以，头灯记得关就好。不太确定是不是偏快还是正常，还是分不太出来。我没听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好，我去拿。拿什么？嗯？哎、欸，还是你们听得到？那我不拿了。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好，我摆门口，让人没有临场感。哪里？这里。这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你赶快走。记得关你的头灯诶、欸。好了，关好了。哇，刚好哎、欸，很快，确实听起来蛮快的，乱吞的吧？哦，不是我的，吓死我！我刚把小松鼠门他不会拉，其实没有，因为我刚在拿矿泉水要喝。鸾魂吧，他朝我这边跑来了，应该是鸾魂的啦，可以出来了。好了，天啊，我鸾魂的声音还是不会听哎、欸，靠腰白痴哦、喔，我抓痒。难怪、欸，因为他真的是鬼方到处都是，对不对？确实啊，游荡范围超广的。OK， 鸾魂。哎。乱混结束啊！结束了，厉害了！天哪！换一次。七十结束啥？炎症。七十，老相机有人。七七七的七安安，可是差不多了，要关了。感谢的，感谢奈斯，感谢烧焦的十字架。哦耶！我是烧焦的十字架。好，感谢感谢，辛苦了。辛苦了。本身的奖励哦，就是这个，你可以获得这个新的勋章，就是像这个样子。你可以获得，不，我是要单人去调，等一下哦。本身没有奖励，只有酷酷的徽章，然后好像十几等开始吧，你的徽章就会动了。这个，你就有这个酷酷的勋章，这边变等级就变二了嘛，然后有三，哎、欸，我把勋章奖励我贴在 DC 给你们看，看一下哦、喔，我贴在。那个综合聊天室，综合聊天室在哪？这个是综合聊天室啊！啊，我就是私下嘛，就没开台，然后还怎样的，我都会，我就是随便选这张。
然后玩家，这样子，出发。不过有时候真的很靠赛啦，有时候进去马上鬼房就好。白痴啊！我关了啦，揪过来干嘛、啊？白痴哦、喔！只是之前我的头戴没升级，玩得很累啦，就是手上要一定要绑一个手电筒，找很久。你不是还在玩吗？没有啊，不是你们刚刚隔壁稍早说什么等级练那么快，可是。我也没练很快啊，我只是，大概平均十分钟、二十分钟找一只鬼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小时六千这样子在玩而已啊。然后也只是尽量完美。我其实开台前跑去拉肚子，我肚子好痛，我变大了，不是我就是想要赶快就这样。也不是说想要超越你们还是什么，就只是想要有个贡献，你知道吗？都已经开台了，而且之前跟那个干爹们玩那个恐鬼阵的时候，都感觉只是个，知道怎么找鬼，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找鬼，就让我觉得说，哎，那我玩这么久，我在干什么？然后是刚好这次改版更新，然后知道你们有一群平时就在抓鬼的，才会想说有没有团可以教我训练我吗？这样子。对，虽然之前已经不怕鬼了，但是不怕鬼不怕，但是像听脚步声啊、找鬼证据什么的，就觉得说很无助，对吧、啊？没有。我现在也不是大佬，我现在只是比较懂得怎么躲鬼啊、遛鬼。不然以前说拿四目进去找鬼、跟鬼玩的时候，我肯定是跑第一个的那一种。什么跑第一个？跑也不是跑第一个啦，就是金主除外嘛，金主肯定是不能死的啊。啊，不是金主的就给我乖乖去进去找鬼啊，反正死又没差，对吧？我干嘛？温度计没拿。我想知道哪些鬼特征有改，哪些有改哦？就主要就是研发的那个脚印啊，应该就只有这个吧。镜子还有什么跟一代没一代有不一样的啊？对啊，就主要只是研发的那个脚印算是紫光，然后幻影的那个拍照模糊不算是鬼证据，应该是吧？哎、欸，不是这里啊。自己制造证据，装备不是自己的会变有，对啊，我就觉得今天你就是因为你是金主，你会畏畏缩缩的很久。今天你如果不是金主了啊，冲第一个，对不对？今天有理由冲，就是因为这样子。今天没有理由冲，就是因为啊，我是金主，我不敢死的东西。欸，可是我讲真的，他这次更新成这样子，你转身后什么都没有了。我想说死掉什么都没了，那就没有吧，没有就没有啦，再赚就好啦的感觉。那这次真的改成这样子，好多东西都可以不用来太担心没有钱了。欸，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啦。哎，这个第几呀？二级。我想到那天很好笑，镜子在那边说，那时候是什么什么跟什么在猜啊？然后就说
会不会可能是怨灵？然后我们就说，嗯，好吧，那再等一下好了。结果真的是怨灵。哎，你看，没有镜子在，肯定怎么都找不到的啊。任务是什么？家里也杀。怨灵梦魇，对啊，就这两个真的也很烦啊。我想说，两个都找猎鬼，可是又喜欢关灯炸灯，怨灵吧？不，梦魇吧？肯定是梦魇的吧？不然还有什么来考？哇！An elderly victim. 两个了。我干嘛？有雾影哎，回去再玩一下。哎，雾影是什么？雾影。点阵。哎，不是雾影哎。哎，再踩一下，拜托！我就差一点点照片了，哈哈！踩过的盐，脚印，我还差两个。这版本什么改？没什么改，对啦，对啊，就是你就尽量冲嘛，死掉只是少买一点东西。这就变得让我很敢进去冲了，因为你看我会敢冲，就是因为转身之后想说啊，东西没了喔，然后你东西欸，我转身前的钱那时候还有多少10万吧，那你转身之后什么都没了，所以就是叫我说好吧，那我就冲好了。来这里对吧，不压，不要，按标，这个先不要，按标，鸟草，按标，快点，我鬼脚印好像差两张吧，第三堆还没拍，我没有要拍。我如果现在拍的话，我就没有三星鬼脚印了。没有，我知道连拍三图，因为我现在是要拍脚印。好了，回家喽。感谢我知道啦，我只是接了美洲。脚印只差一点点，对吧？因为他那个每周照片，他不是所有玩家共同，他是个别的。对，谢谢。啊，算了啦，点每周就好了。好了，来关台了，感谢。啊，礼拜三我。镜子，礼拜三我8点跟人有玩那个联动，对，所以十点后，我没有高，对不对？我又没有高，对不对？好吧，算了，没事啦。啊，这已经不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了啊！这个主播哦，也没有抓哦，好，没事，那就好。啊，我怎么又忘记了？太嚣张了吧！繁星在冲他小
啊！看你跑得很开心，没有，我只想要赶着关台哦，因为我怕我等一下跑去拉肚子，肚子有点痛。是还没有到马上要拉啦，只是就肚子会痛啦，看看有没有还没揪过的哦、喔。哎、欸，这个是不是有揪过还没揪过去过？我看一下哦、喔。爸爸，干什么干什么？哎、欸，我不记得这个是有没有揪过的哎、欸，我完蛋了，感觉这个好像是有揪的，但是忘记了。好啦，说拜拜吧。RAID 这个我记得他我没有揪过啦，但是对方有揪过来过。啊 ，Aden， 等一下在隔壁要看到什么？感谢 Aden 的大叔的游戏日常，安安这样子。等一下哦，判断好，记忆不好，哎，脑袋都被姐姐搬走了。水母拜拜，醉醉拜拜，雪莉拜拜，青蛙拜拜，滋滋拜拜，马同学拜拜，艾登拜拜 ，Penny 拜拜，林毅拜拜，米米拜拜，镜子拜拜，果子拜拜，迪安拜拜，感谢你，感谢你，之后有开恐鬼再来教我玩，小恶魔阿玉拜拜，冷冷拜拜，好啦。过去咯过去咯，感谢感谢。哎丁丁拜拜，还有谁？高高高高在吗？高高拜拜。还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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